라면서 苗明辉他现在和他们几个有几点的不同，他有很好的一个优点，就是他是属于比赛型的运动员，他是属于喜欢表现自己的那种。何忠礼呢，他之前呢，他心理上有些问题，很担心就是说打不好，关键就是把他们心理上。 这个东西要给解决的。第一回合比赛结束。把手放好，把手放好，产生四大表情来跟胡德涛，好了，把手放好，不停的表情来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 收了，好，哎。
们教导有方式不？你看，那对手群，这个就是毅力，到这个时候要拼一拼就下来了。哎，很不错。从打完省比赛，我就一直就想去打职业拳击，以后想当的是拳王。其实就很多时候都在想，也是在这上面，但你想放弃。今年练不好嘛，我就回去。挣两年钱了吗？他叫吹挣两年钱是几个悔起婚的。纪录片编辑是千锤百炼。正在播出。眼睛比去年好了。啊，前年咋失常？前年咋失常？前年子眼睛还。本是早出门晚归家，你觉得我们辛苦不一点？肯定辛苦噻。所以我也不羡慕你挣啊，我们在这屋头了嘛挣嘛。嗯。一把娃儿一下整转了，屋头应该都着火了。我们还尽量的支持你们两弟兄。其实拳击呢，你自己坚持了，一定还是有好的发展。看过那些嘛，你看那些拳王那些，拳王啊，帕奎奥啊，泰森啊，我的偶像就是泰森，你说。他自己，我觉得练拳击的人相当多，但是很没。好像很没听到说哪个就是这回你好像没听到说哪个有个啥子工作。我想出去，你不想在这些条件艰苦的地方，
我是想出去外面发展的，你想有自己的事业。哎，而且你们就晓得了，不管我们屋头再苦再累，都要望你们有点出息，今后给我们脸上带来点光彩，我们就是最大的喜欢最大的高兴了。等我当了拳王的时候，我就什么直接就当拳王。我来这屋头给那些土地拿来整成果林，然后就给你们集体给享福，然后呢，哎，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省运会啊上，所以取得了那么好的成绩，我们确实也要作为感到起的话非常的自豪，也为我们的运动员哦取得的这个成绩呢表示非常的高兴啊，表示非常的高兴。特别在这里呢，我代表体育局要感谢我们二中哦，作为四川省的现在就唯一的这个体育传统项目学校，那么出席今天会议的这个领头呢，有我们县人大的副主任，我们罗主任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赵主席和我呢，就代表四大班子，对我们参加十一届省运会回来的教练、运动员，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全运会上，或者是奥运会上，看到你们，为我们会理县凉山州争光，能够给我们抱块金牌回来，我们就更高兴。哥，其他没得啥子了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我们在你这个训练当中，给觉得有点熟呢？有吗？有嘛就吃苦，好好的。那就像那齐教练干过办的，不是当父亲的鼓励呢。只要拿来我做实验，我说你家娃儿可以，我说我也学不到。所以人在任何时候都虚心。希望你们就说啥？哎呀，就说一生就在我往上升，对不对？嗯，说嘛。哦。妈，你不要哭，你说。你说有啥子？你说出来。等女人时间呢，就来说出来就哭。每回你转了我，去那里做事转，他就摆。难道你这里是鼻青脸肿的，咋的？他咋不心疼？哪里会？哪里会出现这鼻啊、青啊、脸啊、肿啊？嗯。Thank you.
这个地方。嗯。哎，肩膀松出去，放松，手背放松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哎，给，二，呀，四，手放松，哎，压身体，哎，肩。就从八万三比赛，我就一直就想着去打职业，全职业全接以后想当的是拳王。嗯。基本上一运的我都不看，我都不。是啊，我想你那种理想还是，又觉得那个才是真正的拳击。啊，所以吸引我的地方更多的应该是那些拳王。嗯。因为你看到了他们的光辉的东西。啊，他光辉的东西，出场那是有一抹风光。你看一运的，出场式都没得最简单的。但是问题就是。现阶段你的这个基础还不好，我能够很清晰地告诉你，打来打去只是在职业拳击里面也就是一个三流的水平，你觉得踢不能够成为一个一流选手的那种水平。我还是想更多的让你去多接触和多了解一下业余拳击这个理念，只是想让你在针对首先你接触这个全国的这个水平，如果你真正在那种逆境里面去成长的话，那你今后这个路子太宽了。所以说你看，从去年那个比赛完了以后到今年那个省运会，我一直其实最担心的就是你心理上的问题。这就很多事都在想，你是在这上面真的等你想放弃，但是就你不晓得咋过了，一头你又清醒过来，可能背后你一直默默在支持。我就想，我训练不是为了哪个的支持我去，我想、啊、你一定要能够坚持，因为我相信你能够做得好，是吧？从一开始，哪怕就说你今天的比赛虽然没打好，但是我没有放弃你。是吧？我因为我很相信我的眼睛，是吧？我带了你那么多年，我觉得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拳击运动员，而且你今后会走得很好。虽然说，其实失败不可怕，越挫越勇，这个才是一种高贵的品质。